希拉米王妃的军装造型堪称惊艳绝伦，那一身军装穿在她身上，展现出一种别样的魅力。笔挺的军装线条勾勒出她的婀娜身姿，凸显出一种英气逼人的气质，而她自身柔和的女性之美又与之完美融合。她精致的面容在军装的映衬下更显明艳，那温柔的眼神中似有星辰大海，却又因军装而多了几分坚毅。她的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都散发着刚柔并济的韵味，牢牢吸引着众人的目光，让每一个看到她的人都移不开眼。在泰国的王室历史中，她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，以其独特的美丽和气质，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泰国最美王妃。